这骑个哈雷多得劲呢，他的速度真挺快的。葡萄，葡萄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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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哎，摘葡萄吧。Hello， 欢迎你们来到桂园农谷葡萄园。你好，你好，来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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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。这能吃了吗？现在这馅儿能吃了，可以嗑葵花籽吃。怎么这么矮啊？是为了这是油葵。来，我再给您搓点。有没有熟的？你给我搓一点出来，那种。熟的是经过炒，经过那个干了以后烘干、晾干以后熟了才能炒。来了，来了，大姐不搓、那个。来够了吗？够了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来。吃着瓜子，看着葡萄园。啊，对。太好了，这日子。没点酒啊？哎，葡萄马上。来来。这盆水是什么意思？咱们得先经过这个，完成这项任务。这样，这葡萄把籽儿戳到这里。吐葡萄籽游戏规则：每人轮流往一米开外的碗里吐葡萄籽，每次只能吐一粒葡萄籽，吐满五粒葡萄籽就算完成任务。谁先来啊？叔，一个一个来吧。你别咽了啊！再吐啊！啊呸！洪荒之力！你的声音太难听了，你听我们这个短粗有力，嗯，嘣，挑红的好的事儿，嗯，吃葡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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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都缩在那儿。嗯，年轻，你这气人的不是吗？给你打一连吧，洪荒之力。哎呦，你的声音太难听了。不错，这葡萄今天吃到最好的葡萄。我们主要想多吃点葡萄。没事，再接再厉。龙叔加油。没错。哎呦！太棒了！接着吃。太棒了！哎呀，我很满意。还有一个，会连发。哎，这个五，几个？五。